三年的关系下，全世界呢都陷入了这个动荡不安。我们台湾在国际上被为国际社会所津津乐道的呢，一个就是我们的全民健保，另外一个就是优质的医疗水平。台湾在全球给力或实力，把我们的医疗产业推向国际化。那今年呢是5G元年，也是推向我们的医疗产业，特别是在2G的医疗这一块，如虎添翼。那我们今年在台湾的医学体系都是齐心一堂，能够集聚大家的经验智慧，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让出更多将来大家可以去努力的方向，让我们台湾的国际医疗再度的发光发热。谢谢大家。昨天也常常在说，南部有一个疯子医生哈，黄医哈，到底他在做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国际医疗可以再出发？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叫做换脑，把脑袋换掉。30年前我就决定说，我来治疗这些最困难治疗的病。那这些治疗的病人呢，以前在治疗的都是利用说啊，从哪里断掉就从哪里接，一般生活是对的，可是病人病。错，所以30年前我们就发明了所谓的神经绕道手术。那这个是我发明的手术之一，就是渐振颈椎，这是非常特别的手术。比如说一个人左手不能动，左手不能动，你就把另外一边的神经过来，来让他可以动。啊，这是很奇妙的事情。30年前我们发明这个手术之后，莫衷一是，全世界只有8个国家的医师敢做这个手术跟发展过。那换医学的话，就是我想下一波应该要控制，就是说它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自己，而且在换病以后，国际医疗绝对是大发展。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希望给那些死亡、脊椎受伤、瘫痪的小孩，大家建立一个希望。我们写了论文，创了世界第一，写了 Facebook， 台湾不瘫痪，世界也站起来。谢谢。现在就由乃谦来跟各位来报告有关于我们高医在结合智慧医疗如何运用在国际医疗上面，特别是在这一波的 COVID 之后，我们如何有效的把台湾的优势能够带到国际上去。所以智慧医疗，不管我们在谈到 IoT 或者是云端，或者是我的 Big Data 人工智慧，或者是智能照，所有的照顾我们绝对是不能脱离就是我们病人为中心。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特别是在这一次 COVID 之后，我们开始思考说如何我们能够进行这个视讯的问诊。所以其实我们在2月的时候，我们就结合我们的视讯，让我们这些海外归台的，不管是台商或者是回来的这些外国人，其实我们都能够进行我们的视讯来了解。那我们一方面透过这样的视讯方式，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病人，同时也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同时能够让整个医疗能够更简易、更方便的方式。那第二个就是5G的发展。其实高医在这几年，我们跟院长已经签约做了很多5G的发展。我们开始在我们的偏乡的医疗的部分，我们开始跟我们的大五来开设我们的眼科、皮肤科，还有耳鼻喉科，甚至我们支援到南里的部分，我们来帮助我们偏乡的这些需要被照顾的孩子跟子女。但是我们相信，在整个未来的科技更好的时候，我们更期待可以带到东南亚，甚至带到日本跟美国跟其他的一个国家。那再来就是我们开始以国际来分享 COVID-19 的一个经验，我们已经开始进入到 WHA 讨论在整个 COVID 的防疫的作为。我们也跟哈佛，也跟美国的众议员一起来讨论美国的防疫的工作。我们同时也跟欧亚非五大洲的十国，我们来进行这样视讯的一个防疫。那再来，我们因为不能出国，所以我们开始办理海外学习课程，所以我们开始以马来西亚已经有第二波的这个照护人员的训练。那除此之外，我们也跟越南的大医诊所，我们开始进行复健人员的培训。第三就是我们开始将我们的科技的设备来进行一个导入，这是卫福部它提供一个计划，那我们有机会去使用很多先进科技的这些的产品。那我们实际把这样的科技的产品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偏乡照顾，包括现在不管是在中国大陆，是在东南亚，其实大家都在谈医养社区，但是医养社区的模型其实也是
没有做出来，但是我们就高一就尝试的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将这个计划就是发展成医养社区的概念，然后做一个 total solution， 然后一起积极的输出。那我们目前就是将这些科技产品把它整合起来，然后未来希望做整体型的一个输出，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智能的产品能够有效的一个产业化。所以在想说未来的30年，有一天你能够在 7-11 买到健康的时候，各位我们如何重新来定义我们今天在谈的医疗和医疗照顾。所以其实高医我们一直用 3I 思考我们期待的一个未来。第一个是 impact， 我希望我们的医疗在全世界是有影响力的一个医疗。当我们有 impact 的时候，我们的 income 自然来，那 income 自然来的时候，我们希望是 innovation，更多的创意、创新跟多元，来打造台湾非常的医疗，也期待能够一起为人类健康的未来持续来努力。实际上，国际医疗看他们也会是什么哈？医院一定要建立一个所谓我算算一个叫86年的钱，也就是你一个步骤，你要跟病人说5倍、10倍，你每一步骤都做得很好。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政府。政府的角色，第一个是签证，第二个透过旅行社，啊，透过旅行社，因为旅行社没有医疗的专业，他基本上只能转运，或者说间接没有这种多业的，啊，这个全世界很竞争，很竞争，甚至台大的荣总长庚，那么我们做间接没有。第三个就是有专业的背景的人，可能当地的医生或护士退休下来成立公司来做，这个叫做 CTM。我 CTM 的本身的角色是什么？第一个，你看我们医疗人哪里去？第二个，你要帮病人安排所有的 logistic， 甚至说这个 facilitator 有本事的话，还可以代表病人去跟我们台湾的团队或医院谈谈价钱。好，第四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训练方式，也就是我们训练那些落后国家这些医生护士回去会转介使用，也就是我们未来台湾要 demo site 的概念，也就是到国外去，我们要有这个团队，要去盖一个 demo site， 这个 demo site 可以是一个联合媒体中心。小型医院可以当地的你找当地的 partner 们一起来投资，这里面所有的东西只要我们台湾产业有生产的东西全部在里面，这个就把我们医疗的 IC 整个产业结构才卖出去。谢谢大家。